大家单独谈一谈，你们都出去。未来，好话不，没事了。说吧，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日本宪兵队大队长小林春阳，他已经秘密的转移了。我知道他的最新情况。说你的条件吧。我要你帮我一个忙。日本人更换了方案，依然在研究化学武器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应该很清楚。而且这个化学武器的配方就锁在池田家的保险柜里。我只需要你拿到保险柜的钥匙。 对，您找我。坐。我听魏兰说，你在今天的办事过程中，用张北身边的小孩要挟他，有这件事吗？属实。你不想解释一下吗？王老板，他这么做只会引起张北对我们的敌意。现在这个时候。 是大家同仇敌忾、对付日本人的时候，正先生此举，无异于赶走一个得力的助手，树立一个可怕的敌人。况且这件事情如果传了出去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，都会有消极的影响。说的太好了，赵小姐真是忧国忧民呐，时刻为党国的形象考虑，不愧为我辈的典范。不敢当。不过，王老板，今天的事情。 我认为自己做的并没有错。哦，为什么？张北是一代大侠，无论是我党还是共产党，都在争取，但是谁又成功了呢？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，只能不按常理出牌。眼下是危急存亡之秋，如果人人瞻前顾后的话，只能看着日寇占领我大好河山。可是你，如果我给公司带来任何麻烦的话，我愿一力承担。 我绝不给王老板和赵小姐添任何麻烦。你来，这个答复你满意吗？我们看看吧，这个怎么卖的呀？
新来的首饰，新来的首饰啊！这都是今天刚到的新货。目前他们让张北去找丁英子拿保险柜的钥匙，背后的真实目的我就不清楚了。那张北同意了？童子清答应张北，只要拿到钥匙，就告诉他小林车钥的藏身处，他自然会答应。嗯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暗中保护他的，一旦有什么消息，马上向组织汇报。 还有就是，今天早上张北遇袭了，但不是童子清的人干的。童子清过来了，您再看看这个。那您这个您看，随便看看，走吧。我们见过吗？嚯，这位老板。 我经常在这条街上卖东西，您还在我这拿过货呢。我想起来了，你的记性不错呀。老板，您这身打扮一看就是富贵之人，这个我当然有印象了。可是我记得，你以前不是卖这个。啊？老板呐、啊，这兵荒马乱的，都为了养家糊口，哪个好卖我就卖哪个，我还擦过皮鞋呢。 走不走啊？走吧。哦，那您慢走。您慢走。是的，是的。有什么话你就说。 是不是连累你了？行了，还是别说话了。要不是我们的话，你也不至于被那帮畜生给欺负。哎哎哎，别再说风凉话啊！人家是有备而来的，咱得打过人家。住的，完了，你少在这儿不要脸啊！你二话没说先给跪下，你没说过来跟我一起保护好吗？我怎么不要脸了啊？你忘了咱们俩拉活摩车的时候，我腿伤过呀。好了。 也不能全怪他，幸亏你们俩没反抗，要不然还能站在这吵啊。记住了，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，千万不要抵抗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跟花花的安全。听着没？一定不要抵抗，保护为主。老板英明，可是北哥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，咱们中国人。 绝不打中国人，要不然我早宰了郑天明那小子了。北哥，是不是这回事太扎手了？要不咱跑呗？啊，换个地儿住，我亮他们也找不到咱们。 就他们的几块料，还不至于。北哥，那你现在怎么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呀？他们让我去英子家偷钥匙。北哥，这英子是什么人啊？一个我最不愿意利用的人。 看透你，看不透吗？当然看不透。我想到一件事儿。你说。你说张北只要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你就告诉他小林春瑶的藏身处。
你怎么知道小林春瑶在哪儿啊？况且你日语那么好，我就在想，你是不是和日本人有什么潜在的联系？蔚蓝，你不用怀疑我的行为。为了让张北顺利地为国家做点贡献，我使用一些正常的手段，没有什么问题吧？是吗？蔚蓝，我可以拿我的人格担保，我童自清绝对不会做汉奸，永远不会。但愿如此。来，坐，快说说，情况怎么样？是这样，远洋公司那边想利用张北，通过英子拿到池田家保险柜的那把钥匙。这个情况非常重要，它关系到整个战区。老铁，我是这么想，最好能由我们的同志带领抗联的同志帮他们完成这次任务。哎，老铁，抗联的同志联系到了吗？哎呦，这个有点麻烦，因为前些日子抗联的同志啊痛伤了鬼子几次，鬼子呢现在调动部队大面积封山，抗联同志呢现在已经转移了，恐怕要联系上他们比较困难。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我是这么想，老铁，你和其他同志仔细研究一下远洋贸易公司的具体行动计划，如果有什么纰漏的话，我们暗中协助他，争取帮他们完成这次任务。好吧，你说这国民党总是干这种坐收渔利的事儿。老铁，只要是有利于抗战，咱们不图回报。那我先走了。どこにいるのか分からない。なぜ探しに来たの？食事ぐらいで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。なんだ、張兵衛を捕まっていないのに気分は良さそうね。お嬢さん、張兵衛はなぜ我が日本人を殺したいのは分かりますか？むやみに殺人のせいだ。家族を殺した。とんでもないんです。サザリャコではなく、イサオリですよ。ジャンスの人々は、抗日組織を組んで、女と子供を盾にして、我が皇軍に大変ダメージさせ、その混乱の中、ジャンベの家庭を誤って殺されたんですよ。嘘です。お嬢さん、ジャンベはすでに殺人の悪魔になり、今回のジャンスの件についてお嬢さんのお父様も憲兵隊を発見し、なのでお嬢さんのお父さんもすでに彼の仇の相手になり、その流れもお嬢さんまでも仇になるですよ。殺しに来ましょう。そうですね、我々の命で、彼は我々の家族までに日が陰るでは葬式できれば、私の命なくしても構わないし、ところがそれ不可能ですよ。教えて、彼は殺人なんて信じない。もしお嬢さんの力でジャンベを諦めてくれれば、彼はまだ人間らしいと思う。ならば彼は10年間の刑をかけられることしかないことを約束します。まあ美味しいだから食べてください。老板，再来一壶。哎呦，英子小姐，你已经喝了很多了，不能再喝了。怎么？你是不是怕我没有钱给你？哎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有钱。那有钱。哎哎，好。来来。别喝太多了。坐下来跟我聊聊情绪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还得照办生意，您慢用，慢用。你也嫌弃我。
知道吗？你消失的这几个月，我老是走神去想你，干什么都不行。你还是别想我了。我知道，你恨我，恨我们所有日本人。我恨日本人，但是我不恨你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谢我干什么？谢你高兴，所以要谢谢你。走吧，走吧。就好了。好了，到家了，快进去吧。这样吧，我们再走一次。英子，以后别再喝这么多酒了。不是每一次我都救得了你的。你这是在担心我吗？其实我这一次找你来是有事情想要的。不行，有事儿明天再说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多陪我一天。哎，这样吧，明天中午12点在咱们小时候经常去的那个老地方见，说好了啊，不见不散，再见。不见不散，注意安全。小姐，你回来了。啊。
英子，你来啦。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那我就罚你，罚你陪我玩玩。我来是有事情要找你说。我就知道你有事儿，说吧。你知道川岛在奉天最近在做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他在制造一种武器，这种武器是烟或者是气，只要沾到的人就会全身溃烂，痛苦不堪地死去。是化学武器。你也听说过？我只知道它是一种很可怕的武器，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制造它？川岛的目的就是为了杀害更多的中国士兵，还有无辜的百姓。那我去告诉我父亲，让他阻止他。没有的，你父亲也被牵扯在其中，你去找他只会被当作叛国者抓起来，就算你父亲顾及妇女之情保护你，川岛也绝不会放过你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之前我们费尽周折拿到过化学武器的设计方案，并且将它公开了，可是没有想到川岛竟立刻废弃了泄露的方案，采用一种新设计制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毒气。而根据我们的情报，新的方案备份就在你家的保险柜里，所以有人找我偷你家的保险柜钥匙。是赵薇兰让你来的吧？跟他有关系，但并不全是。那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英子，我之所以找你来，不是让你帮我偷钥匙。你已经为我付出了太多，我不想你再为我承担任何。我只是希望你能暂时离开家几天，以免我们行动的时候会伤害到你。可是你知道钥匙在哪吗？我家这两天戒备很森严，你根本就进不去。这是我的事情，我说了不愿你再为我承担任何。可是这个问题你一个人解决不了，它关系到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生命。对，我不是一个中国人，可是我从小就生长在这里，我爱这里的一切，中国就好像我的家乡一样。而且我在这里我遇到了你，日本国家的想法我左右不了，我也解决不了，但是如果让我能去解救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生命，我一定会在所不辞。而且我相信战争早晚有一天会结束，我希望到那个时候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活着，为我的民族，为我的国家去赎罪。我张北佩服，我代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感谢你，但是请你务必答应我，一定要躲出去几天，好吗？先别谢我，如果想谢我，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，我一定答应你。陪我谈一天恋爱。就一天。太短暂了，我特别希望每一天都能像今天一样开开心心的。英子，不要胡思乱想了，
快回家吧。张北，谢谢你，这一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干什么的？做生意的。你到底找谁？林子清。你是谁？张先生，您来了，让开。让你去办这件事情，果然没看错人。党国不会忘记你的功劳。我是为了对付日本人，什么党国的功劳我可不稀罕。哦，对了，你竟敢对一个小姑娘下手，你这笔账我一定会找你算的。哎呀，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，我郑某人也是被逼无奈。不过你要是还在记仇的话，我也不怕，随时恭候大驾。好啊，那就择日不如撞日。好了，我们还要商量行动计划呢，改天我会登门道谢，我就不留你了。有什么话当着我的面说吧，我不走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次行动我要参加。不行，因为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。我明白了，你是在担心池田英子小姐的安危是吧？我向你保证，如果她不给我们捣乱，我们绝不会为难他。我见识过你们的手段，所以我必须参加。好啊，欢迎加入。这就是池田家。22号那天，他会去外地开会，贴身保镖一定会随同前往。这时候家里还只剩下十几个官，官邸外围有两支巡逻队，一支沿小街报春路方向，巡逻长度是1652米；另外一支沿河堰鼓楼方向行进，巡逻长度是1897米。这就意味着我们在3:02可以行动。行动开始以后，两支巡逻队赶回来的时间需要5分钟，也就是说，这5分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石田家大门口有2名守卫，我会用日语骗其把大门开开。池田さんの命令で来た。早く開けろ。门开以后，其他人第一时间解决到2个岗哨后，迅速将尸体藏起来，占领院。占领院子后，我们还剩下4分钟的时间，每个人大概只有10秒钟的时间，选择自己的最。之后我会走到院子中心，找电杆。
出动。对。走开！哪里玩的？哎，我速度得提高。这十几个守卫和特务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20秒之内就可以解决掉。完全占领了一楼，时间还剩下三分半，接下来就看你们了。你要带领第二小组迅速到二楼，在1分钟之内控制二楼。因为你精通日德的不动语言，所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。你一定要仔细辨别文件的真伪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老杜拿到文件鉴定完毕后，我们会立即进入。大家只剩下30秒撤离时间。陈天明，你虽然在外围，但是责任重大。若你发现日军巡逻队提早出现，一定要制造骚乱拖住他们，或者至少发出警报。没问题。郑先生，咱们上吧。你去啊。不要命了？今天的事谁都不许往外说。回去对峙的时候，就说我们在3号点巡查。记住了吗？知道了。知道了。撤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在真的文件上涂毒的。张北，你快去拿到真的文件。现在我们手里有他，不用担心逃不出去。你想干什么？啊？不同意你拿他当人质，张北，赶紧去找真的文件，快去！你自走。用人无疑。这里的东西价值连城，但是都是可以用钱买到的，一定还有别的保险柜。
老陆，撑住了，撑住啊，老陆，撑住啊，老陆。是你的生日，记得在行动之前你答应过我什么吗？可是现在我们别无选择，我们快顶不住了。行了，都别吵了，这是让你们出去的唯一出路。走。你这个出尔反尔的小人。三姑娘告我听清楚了，誰か撃ったらこの子を殺すぞ。